本村等了70000年，终于等到了今天。你们两个人倒真是大意啊，为了保全这神界，连个灵力高深的神君都没有带了。少废话，你处心积虑筹谋了70000年，早就知道混沌之劫，故意让上古替你去赴死，这笔账绝不会放过你。是又怎样，这神力皆是本尊日夜苦修炼成，凭什么让我代替整个神界去死？难道我玄一的性命比其他诸天神奇轻贱不成？同为混沌主神，你与上古相比简直是蝼蚁，是瓦泥。神界定发生战事了，那神光像是白绝神尊，而那黑色力量，凌霄神，速去神界界门抵挡，蒙族来袭！魔族，糟了！几万年不见。还是只有这么点本事，我看你们两个就别再守着神界了，不如将这3界一并交付于我。本尊已忍了70000年，今日便让你们看看何为神，何为魔。诸神听命，速速离开。神界有难，我怎不会袖手旁观？自上古神尊去后，诸神感怀，若天地间真有混沌之劫，也应是所有为神的劫。同理，魔族来犯，我们一同迎战，这一次我们不会离开。诸神听令，齐发战！